挖挖宝的呀，大家看挖酷宝。哎，我觉得蛙哥真的是进蛙，蛙哥真的是已经跳到最这已经跳到现在最棒的一次。蛙哥真的是跳到、哎，但是我说实话，他真的进步很多，我觉得对，进步蛮多了。你给谁录这种节目要进步了？我天哪，这说明在用命在录。对，蛙哥肯定是用力在补这个东西。嗯。我反正觉得因为看完他那个队长大秀的时候，我感觉他整个力量啊然后控制啊都比之前要好很多，而且舞台对最主要他自己也放松了，嗯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，对，之前他会蛮紧，他很放松很享受这个舞台。蛙哥是不是一直在偷着练？感觉何止偷着练，蛙哥那个身材真的，蛙哥很高然后又瘦，蛙哥那个身材真的你想不到，真的是这是这样子的，我以为他很瘦，那他还是比较修长的，对对对。然后那一星队长的嘞，